要一个小份的。看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快得很。要一个无皮烤地瓜。正常点。放心。夹馍怎么卖的？15一个。要一个吧。是带有这种种子的吗？对，都是种子剃起来的。一个那个，我要一个芋泥麻薯的。这个绿色是什么口味啊？椰蓉的，越香越香的，不甜不腻。那要一个吧，要一个肉桂苹果的。全是店铺有满58元减10元的活动，比较划算。要这个开心果果乐吧，18块9。要一个猪蹄。要辣的？哎呀，不辣的。我要个不辣的。要一个，那就这个比较符合你的气质。行，那就要这个。喝完放心吃，无皮烤地瓜。可甜可甜了，没有皮儿，吃起来也太爽了吧。妈呀，你噎得我捶胸口。猪蹄子好久没吃了。特别喜欢吃他家的猪蹄儿，这个皮就很有弹性。脚，你这应该是他的脚趾头吧。这个是开心果的贝果。中间是开心果奶油，吃起来很浓郁。它是芋泥麻薯的。中间有芋泥馅儿。椰香斑斓的。感觉还是芋泥的好吃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